不是什么情况呀，我终于可以给大家发放资格了。这次的资格将于明天，也就是23号晚上。晚上几点呢？晚上6点钟。到时候我将会开启全面战场的直播，来给大家抽取资格。这次我给大家争取到的测试资格并没有很多，但是呢，还是有很大概率可以获得的。这一次的资格属实是来之不易，兄弟们，还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。就算到时候没有从直播间抢到资格也没有关系，还有一个活动，最佳队友马上就来，有资格的小伙伴登录3天就可以给没资格的小伙伴分享了。该说不说，这个活动还是很有说法的。然后拿着队友给你的码激活一下，然后官方就会记录了，记录了之后大概7月30号就可以玩了。OK， 兄弟们，话不多说，记得到时候锁定主播的直播间，我的那个分享码会随机给一位粉丝。